自从参加了姐姐这一档节目，万茜就收获了一个新的称呼“海王”。不得不提万茜的魅力，除了爆表的颜值和迷人的身材，少不了的还是会穿搭。跟着小编瞧一下万茜的造型吧。万茜的这款印花就设计在左胸前，比较小的印花可以缓解单调感，下搭一条黑色皮质半身短裙，带着纽扣的设计特别时髦。现身机场的这身穿搭，一款复古风的大衣设计，配上短发造型，把头显得格外的小。内搭用了一件白色的针织衫，圆领的设计比较有复古味，下搭一条黑色牛仔长裤，在裤脚处小心机的剪起来了，丝毫不累赘。这些小细节日常我们都可以学习一下的。化身主持人的万茜，一款开领的白色上衣，下搭七分长裤，把衣角都塞进裤子里，特别的显瘦，整个穿搭特别适合职场女性来搭配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